盖伊，哇，今天呢要来拍摄。天哪，这个蛋蛋！哇塞，太兴奋了吧！今天邀请到 Toys 来到加盖我的频道，小事小事。哇，想当年 S2 中路野兽，欸，怎么开始想当年？我也没有很老，好不好？当年我们应该差不多大吧？没有，你看哦，这 S2 现在到 S9 了，已经七八十了，现在已经十了，现在十了，8年前的事，八年前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想当年还可以吧？啊，还可以。当年中路球女各种凯瑞啊，当年，哇塞。现在真的，现在不是了。台北暗杀星，哇，那场看了，我现在想到鸡皮疙瘩又起来了。不要起来，压一下。总之呢，今天三剑客既然有机会请到 Toys， 我们一定要来跟他挑战一下。中路五尺三打一，有信心吗你？哇，没问题。有没有特训过？哦，我们特训惨了，我们这几天都在练脚。玩得凶哦，都在练脚，为了给世界冠军上一课，给我压力是吗？哎，好好好，我自己也没有一打三过，这是我第一次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第一次啊。那应该会被我虐。哎呦，很呛啊，很呛啊！不要以为撞就可以呛哦。不要以为撞是精英哎，我们是什么？你什么同级啊？我同一，银山我同一哦，可以啦，加起来跟金山差不多嘛。两个银山，一个同一，你这么凶哦，我们一定虐他的啦。三个打一个还打不赢，我觉得有可能吗？波波打排位是怎么样？这排位是铁牌、铜牌、银牌、金牌、白金、钻石、宗师、大师、精英，哎，对啊，我们是。以下三个，你要想他在精英呢，你们有12个技能哎，我们人多啊，再加上我们有3条 HP， 对，我们有12个技能，加上 D 跟 F， 哎对，一人一个点，一直烧一烧，不是我们受不了，全部技能也是棒，一个 Q 一个点燃下去，进化解掉，扣神招，不要讲那么多，来开始了，开始了，直接开打好不好？不要讲那么多废话。盖，你们有什么策略？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是健身频道，所以我们第一场比赛，我们给这个世界冠军一个挑战。这一场，第一场叫做晋级的剑人。顾名思义，我们三个角色都要选怎么样？很壮，就是肌肉佬这样子。然后三个肌肉男跑过去，托尔斯 Q 他，棒棒棒这样，一人打他一下。我们就技能也很棒，一次他大概就死。所以我们第一场我们要选蒙多医生，壮吗？超级棒！欧拉夫，非常好，基佬，第三个塞恩，塞恩就是各种壮，拿巨斧的那种砍他。今天我们先第一场用肌肉男帮世界冠军上课，三个肌肉男在凌虐一个人，就对了。第二场我们叫做玩命光头，顾名思义，我们三个角色都要选光头。哦，李欣，哎，李欣很好。派克是光头。哦，对，派克是光头。你是哪一个光头？雷兹。哦，雷兹。三个光头，让他见识一下光头的实力。没错，三个光头痴汉。反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三战两胜。那我们应该到这边就赢了。我觉得有很高的几率。万一不幸 Toys 赢了一场，我们第三场加赛，最强资男。顾名思义，我们要选就是资男的角色。资男，我很喜欢。记得，喷那个资嘛，喷那个恶心的东西，恶心的东西，那个坦克机，对，用舌头一直舔。哇，你这个真逗。哇，好滋哦。还有马尔扎哈，这里面角色我的 main 角就是马尔扎哈。万一打到第三场，等下记得先杀。我真的要拿出实力了。前面两个也练了几天了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我都没有练哦，我真的都没有练。我完全没练。你这个有游戏名是多久？他刚才买角色，我玩3个月而已。3个月，你才而且角色刚刚才买。好了，那我就期待你们三剑客的表现。可以。我们哎，对，你已经知道，刚刚已经让你知道他们的选角了。第一局他们的选角好像都是那种壮汉嘛，有没有？对。但对此呢，我觉得他们的胜算不高，因为。我要给这些健身仔一个教训，我要来一个章鱼触手费，把他们全部都抓起来舔。我觉得第一局我应该是可以拿下来。那第二局呢？
第二局他们是玩命光头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第二局既然我已经已知我第二局应该会赢，那我第二局可能会给他们一点机会，然后我就远远丢招，我来个远远丢的法师啊，来个奇乐师，给他们一点机会。只要他们默契够好，基本我是赢不了的。如果他们默契不好，也就代表说他们可能 这些成员里面啊有心结哈、啊。我会选一支让他们有机会的角色。要是这样都没赢，我也没办法了。那假如他们掌握了这个机会赢了第二局，那你第三局打算怎么办？第三局就特别难打，因为第三局他们的角色基本上我杀不死，所以我只能选那种保命的，因为他们好像是选贪肯奇嘛，马尔扎哈加上辛吉德，对，基本上这三支呢我都不可能打得死的，所以我要选一支让他们自己耍憨，然后进来给我杀的那种角色，比如说选个莫甘娜就不错。你这个分析很精辟。毕竟我曾经啊也是个教练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太好，我期待你杀爆他们。好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三剑杯就即将开打，获胜的队伍呢就可以获得这个精美的三剑杯的奖杯。那今天的规则是这样子，等一下三剑客的三位，他们只要加起来死三次，那这一局他们就算输了。那退子这边呢，他只要死了一次，那他就算输。那我们就敬请期待大家的表现吧。好、哦，我们第一场那个晋级的肌肉男，晋级的剑人，威寇兹哎，哇，助手 play 啦，用一个海鲜帮我们射爆哎、欸，我负责不要死就好，好不好？你躲在后面要杀我，负责不要死就好，可以，很有想法，没有，就是丢斧头就好了。对，我就是不要死，然后丢斧头就好。来啊，中路啊，中路小白啊，给这把双牛不要急哎、欸，中路出来牛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不来啊，来啊，牛、啊。很会应举是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哎，是我 Q 啊，很强哎、欸，很强哎、欸，是 Q 啊，哇，知道后的，等我来了，回家，进来救我啊，要回家，要回家，来救我啊，我在里面，给我打了，啊，现在不是在那么看，我现在把视野布起来，我又不会走进去视野干嘛？啊，你在那边蹲他，哪里？啊，好，蹲他，蹲他。哎呀，很有想法哦，这个眼我看到了哦。快，一个人去对面蹲他。哎呦哎呦，别动哎！一个人在这边蹲，一个人去对面。哎呦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很会丢哦，好像很会丢哦。哎呦哎呦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很谨慎哦，很谨慎哦。哎哎，丢了，很准哎，很准哎。想吃冰吗？哎、欸，很丢哎、欸，其实。你们三个很妖。基本功很扎实呢、欸，哈。一打三这点肯定是要做到的。哎呀哎呀，防好防好，哎哎，开掉，哎，蒙波钓不到。冠军了、啊，他回家，他回家了，断一下，试一试试，哇，他治愈了，太炸，哇，他这样，我这样没中，都没中，都没中，哎，外挂、啊，外挂，都丢不到，哎，我觉得他等一下一个龟派气功，就三次，对，直接 triple kill， 哎，打得不错哎，我们打了6分22秒。到了，人家是世界冠军、欸。好，我要吃到你。哦，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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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了，有了。哎、欸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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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多了，多了。不能打得这么怂啊！我进来啊！我丢，要进来。哎、欸，想丢，还想丢，哎，丢到了。哦，
没事没事，有啊，没事。来看呀，我回家了，我回家了。不过你们三个肌肉男被他助手累了，快找我。哇，这个助，哇哇哇，推你，哎，很有想法，但是没有。哎，这样也这样也闪得过的吗？哇，碎碎碎，有机会，有吗？真的有吗？机会有机会，要去逃，要去逃，大家都不要打起来哦。哎，但是我们只要杀他一次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三个进塔杀我，我们跟他拼了，对不对？不要你联盟那些，不要上去。哦，药师是稳健派的哦。哦，来啊！牛，怎么穿我撞进去啊？突破了！哇，我差一点，我以为我们的默契已经这种是不用讲了。哇，我们打到现在已经11分钟多了，还没把一血拿下。不要！哇！大杀！哇不是说好要一起进来的吗？怎么卖我啊？差一条命喽！他闪现好了。这个到底是你们没跟上，还是盖伊脑中？说好三个要一起冲的，哎，看来默契不太好哦。不行不行不行！回家喽，要不要进来？不要！最后一条命喽！啊，我们要输了，还要变。没事没事，我要到喽！快跑！他等下不会打到死的。真的，真的很痛哎！哎，很痛哎！打一条有机会哎！打一条一大格哎！有机会。哦，还好嘛，这个伤害还行，还顶得住，顶得住。不止拳头硬，然后嘴巴也啊，这个闪现了，他闪现了，死啊！我好像很伤害。加油！加油！不会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你们不在，我是不会出去的。哦，他出了一个可以分兵双剑的东西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海克斯科技 GLP 八百。喂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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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雷哦！你们不在，我是不会出去的。喂！哇，在塔下被他顶起来喷呢。第二把，我们记起上一把的教训，我们这一把冲一点好不好？好。吃了那只银心，悄悄过去勾他一把。不是，为什么背后阴冷？想太多喽。我感觉三等是一个机会。就是有技能都有，一等完全打不赢。出来高手过招一下，来，玩命光头来了，来中高手过招。哎，哎有，哎有哎，暴躁的变形。哎，打了多少？打了多少？输了，输了，来
回家。是不是想在旁边蹲我？没有。我们是会做这种事的人吗？大家都不要让 Q 飞出来。等一下，不要啦，那个不要，那个眼。吃一下塔，怎么吃到塔了？为什么累？两下塔，不乖不乖。哎呀，有 feel 哎、欸！Toys， 我想问你一下，你们平常开台啊，就是会一直嘴炮。那我想知道你们在打世界赛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吗？他嘴巴对方听到啊，会吗？所以会吗？会吗？基本不太会吧，除非对方很菜吧。菜到没有时间对方，你就对方。我还是很认真的。这么远还要射中？我近距离空听。差一点距离，太少了。感觉有气势在压我的感觉。我什么？再来一个？下水饺，不过世界冠军不回家了吗？来哦！踢吧，踢！踢！踢了！踢了！踢了！你错！你要错！刚怎么会没死？哦！我感觉刚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机会，有勾有晕到，有勾有晕，结果又有 Q 到，还没死。对啊，然后点燃也吓到，奇怪，没有那么好死的啦。还想吃塔皮吗？要被练哦，听不到，要被练哦，还不回家？哇，不回家，有很多啊，给我。运一下，点一下，好，再点一下，再点一下。哎呦，还真的踢啊！我该也是蛮及时的。亚斯，回家去哪里？啥？你怎么死？哇，死掉一个了！而且他的血量死掉两个了，我只剩一个机会了。没事，中了，没事，还没事吗？不要，不要笑嘛！等我。好了。等我，抓痒痒，抓痒痒都找不到、啊。这个雷兹电的 QA， 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好有机会，好。太高兴了！八分钟，打得不错，好舒服，好舒服。nice， 没卖，哇，不服，耶，好舒服，好舒服。对，他们刚刚的表现，打得不错，
整个想法上有所提升，打得比较凶了就会赢了，有差有差有差。这一把舌头难，最强之难，给人一种丝丝黏黏不舒服的感觉。感觉这一把应该 Toys 会很难打。哇，勇敢呐！新级的泰肯骑马尔扎哈。Toys 觉得我们这一把这个阵容怎么样？你们这个阵容需要一些高阶技巧才赢。哦、不好赢啊！你们这把，你说我们不好赢还是你不好赢？你们不好赢，你们得很有默契，把我矛盾脱掉，再抓我才有机会。一个胜的一场，感觉现在有自信哦。哎呦，好像有呢、啊。舔到了，舔到，舔到了。好像有呢、啊。后壳阵，后壳阵出来，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往后走，往后走，有。有很有想法，很有想法。哇，要死了！哎呀，没事，没事。哦，老子升天了。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。我觉得很难打。哎、欸，你舌头其实蛮长的。其实他舌头很快，我觉得快是重点，差不差？多了，多了一本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看个矛盾。欸、我们成功守护住一波兵了，我又回来吃喽！哇，哇塞，打伤，耶，伤掉！哇，手伤，哇，没伤害，哎呀，哇，他被电到，痛啊！完了，他要回去了，可以，没有啦。快回去！好，就是要贪。哎、欸，有招了吗？我六等了，我六等了。神猛他一套受不了吗？试试看啊！哎呦，这个时候感觉不错哦，三把这个时机，骗一下，骗一下。哇塞！骗一下，骗一下。哎，我要回家啦，各位。哎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可以解我的技能？要结束了，各位。他这一趟回去十一等，然后补个装，感觉下一波团战是关键。哎哎哎，是不是要出色？出色！啊，出色！啊，走！哎，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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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跑不掉。哇！这场看，这场输出 ，Toys 一个人打了12100啊！我们的新吉德不知道在干嘛，741。新吉德打爆他哦！哇，那我们第一届呢 ，LOL 中路三打一大赛冠军，我们的中路野兽 Toys。谢谢各位。最近搬新家嘛，可以放在你的新家。好，好，谢谢。那特别，我们今天
打的感觉怎么样？那讲讲实在的，讲实在的。我说实话，对，说实话，说实话是有点菜，实话是有点菜。但是我觉得那个默契再加强一下，应该不是问搭配啊，搭配的问题。因为三个打一个，基本是不太可能赢的。因为你们抓错了重点，你们抓的重点是你们上六之后才怼我，其实应该是要三等前怼死我，不要往西京念什么。因为我们一等的时候都是平等的嘛，我们都是一等，我也只有一个技能，基本上可能弄你们嘛，所以你们三个可以一直疯狂上来换血，加上打到后期，我们是，对，打到等级起来了就没有机会，加上我们又菜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这是重点啊，可能赢得了，那个策略都还好，重点是菜，确实还不错，一个名牌，哎，才刚完一个月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整个那个存在感有了，就是在旁边晃来晃去那个吃掉的感觉，很棒很棒很棒，自己拿过来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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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那今天呢，真的再次感谢，谢谢，真的是 S2 冠军中路，哎，中路野兽在这边，哇，真的不简单，夸奖。我们在开打前呢，我们以为我们赢定了，就今天第一场。打到一半，我们就知道好像是怎么一回事，太妙，太妙了，真的太妙。一打三需要技巧了，跟观念比较重要了，没错，其他都还好。好，那同时呢，在今天这个时间呢，我有一支影片会在 Toys 的频道上面上，一样是一个一打三的影片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欢迎去 Toys 的频道看看哦。那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是健盖一 Toys， 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